们还有3分钟就要马上开始我们主日的崇拜，无论是在现场的还是在家里的弟兄姊妹，我都请你能够放下手中一切的东西，能够安静在主的宝座前为今天的崇拜献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开始今天的崇拜，请听今天的宣召经文，出自诗篇145篇3到4节。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我们一同为今天的崇拜祷告。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耶和华父神，为我们的罪，为我们诸般的重担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安慰师经常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坚固我们的圣灵，我们要来敬拜你。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创造诸天宇宙星宿，山川河流都在赞美你的荣耀，穹苍都在诉说你的恩典。主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孩子只恨自己的词穷，不知道如何去赞美你，因为你的荣美实在是太大了。主啊，你实在是至圣至尊至荣的神，也是可敬可畏的主。主孩子也只恨自己的心小，不知道如何装下你的爱，不知道如何装下你那完全的舍己的无条件的将自己完全给予我们的爱。我愿你今天主啊，你用这样的爱再次的得着无论是在家里的还是在现场的弟兄姊妹的心。主啊，真的祈求你今天你不要掩面不顾我们，祈求你今天将你的荣耀完完全全的彰显给我们，使我们折服在你的荣耀下，匍匐敬拜你，因为你的名实在配得我们的敬拜。就是就如经上所说，我们宁愿在你的院宇住一日，也不愿在外边住千日。主啊，因为你的荣美实在是可以融化我们的心。主啊，我愿祈求你今天能够在我们当中作王掌权，掌管我们的心，无论是我们在家里的还是在现场的，都祈求你紧紧地抓住我们的心，让我们与十字架上主耶稣的心连在一起，看到你降临的荣耀，看到你掌权的荣耀。无论环境怎样，我们都相信主耶和华你仍然坐着为王，你仍然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神之神。众神之中有何神像我主耶和华，
主啊，真的祈求你，祈求你在今天，无论你借着敬拜，借着正道，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主啊，你今天再次得着我们的心，让那些疲乏软弱的肢体再次因着你的灵，因着你的力，能够重新的刚强起来。也愿你在我们当中赐下合一的心，愿你让我们每个人都放下自己，单单思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将这个时刻完完全全的、恭恭敬敬的交托给你，享受与你同在的时光。孩子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我们把时间交给敬拜队。弟兄姊妹平安，又来到这个主日，邀请大家可不可以，无论是现场的还是在家里面敬拜的，我们能够起立去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以这样的一个敬拜来开启我们今天的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把自己献上来到神的面前。全能真神，
继续来到神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愿神的灵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在地上当走的每一步，主啊，我们都要神你引领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的血肉之躯，不是靠我们的气血，而是靠神你的灵带领。弟兄姊妹平安哈！大家请坐，大家请坐。在家里的弟兄姊妹啊，还有在现场弟兄姊妹，很高兴又见到大家哈。我跟师母呢，两个人就放假三个礼拜的时间啊，我们都觉得真的很感恩神给我们这个机会，可以这个休整一下、休养一下啊。那这一次放假啊，我刚才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啊，就是跟以往有一点点不同啊。以往放假呢，基本上我心里放不下教会的事情啊，所以呢每天都好像还是在跟教会有这个来往哈。那这次放假比较能够放得下啊，这个我因为也很感恩啊 ，Vivian 在我们当中也都帮我安排事情啊，还有各位。弟兄姊妹，我觉得现在你们都比较成熟了哈，所以呢我可以放心的把事情都交给你们啊，所以呢很感恩求主来帮助我们哈，在有适当的工作、适当的休息啊，那么呢让我们都能够在主里边有一个健康的身心灵。如果弟兄姊妹你有什么
需要代祷的事情哈，那么都也可以跟我联络哈。那这一次呢，我们这个在路上的时候呢，我们去了 Orange 啊，那到了 Orange 的时候呢，啊，我们见到了我们以前啊教会office 的这个同工哈啊 Susan 啊，我们去探望他啊，我们也知道他啊做了手术啊，所以呢也特别为他们一家人代祷啊。那啊现在啊有一个环节哈，就是呢我们的过渡小组要有一个分享啊，那么这个分享呢。我们就邀请了过渡小组的我们国语堂的代表啊 Mary 呢来跟我们啊有一点点分享。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今天在这里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过渡小组在过去了最近我们的一些进度，还有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过去这段时间呢，我们有两次在教跟整个过渡小组还有跟简牧师，我们在教会有两次面对面的大家一起坐下来见面的机会，然后也借着这样子我们整个同工之间大家有更深一步对彼此的了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首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我们要回顾教会过去的历史，并且做一些检讨，就是在教会那么多年各堂的从成立到现在每一年当中有哪一些重要的事情发生，有哪些人事物塑造了我们现在的整个教会。当然有一些好的我们希望能够继续传承下去，有一些如果我们觉得需要去解决去对付的，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从这当中能够找出来，而且如果我们有需要舍弃的，为了将来更好的发展我们也会去做。所以整个教会的未来的一个策划和发展，我相信教会每一个人都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希望接下来的这个我们所要做的事情能够邀请教会所有弟兄姐妹们的参与。我们可能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接触到大家，也许是通过就是也许需要你们帮我们填一些问卷，做一些调查，或者我们也会给你们来个电话，或者也许是有机会的话会跟一些比较在教会比较久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会需要坐下来跟大家进更深一步的来做一个访谈，所以也希望大家继续为整个过渡小组来祷告，谢谢。好啊，我们谢谢 Mary 哈，那我们也特别来为这个过渡小组来祷告。那我觉得很感恩，就是简牧师来了我们教会，他非常有经验啊，所以呢他会跟我们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检讨啊，那么也为我们将来也会为我们教会呢将来定出方向，还有为我们找一位适合的我们的主任牧师啊。那所以呢这些的过程呢我们都需要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代祷，好不好？那有几件事我们也需要代祷的哈，就是9月13号，也就是两个礼拜以后呢，我们在我们会有一个周年的会员大会啊。那么这次的会员大会呢大概不能够在实体进行，对不对啊？那么只能在网上进行啊。那但是呢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都要出席啊。那么因为呢这个出席率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会员大会上要通过不少的项目啊，特别是我们要选举下一届的执事，还有这个要通过这个教会一些我们的章程的一些的改动啊，那么这些都需要有一定的人数的参与啊，才能够通过。所以呢恳请我们当中你是会友啊，你要尽到你会友的责任啊。那么在网上参加可能没有在实体那么清楚，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呢
啊，我们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不管在哪里，你都没有借口不参加的哦，哈，所以求主也特别的来带领这件事哈。那我们国语堂的查经的时间呢，在举行这个上代完成的故事啊。那上个主日呢，因为我还在放假啊，所以呢是袁传道带我们啊。那么这个主日开始呢，我就会带领大家啊。所以呢，到十一点的时候，请大家准时的就进到这个 Zoom 里边哈，我们来这个学习这个上代完成的故事。那我希望大家能够早一点进来好吗？那么这个我的 Zoom 呢，是你我还没到你都可以进来的哈。那么你完了崇拜你就休息一下就进来好吗？我们也为着教会呢，我们需要有这个回来的时候这个疫情啊影响我们呢，我们回来一定要有一些安全的措施哈，比如戴口罩啊，这个洗手啊，然后量体温啊等等哈。那我们呢，这个你都做好了以后呢，我们会发给你一个小的章哈，你看我这里也有哈，这个贴在这应该是贴在身上的哈，那这个就表明你都达到要求了。我们也求主继续的保守这个全球还有澳洲我们感谢主维省这个现在病情受到控制哈，那么已经降到少于100个新症每一个礼拜每一天哈，那个那么我们的 Sydney 现在呢，你知道现在有一点点危险啊，就是好像每一天又增加到十几个个案啊，那么我们也求主特别的保守我们，因为真的一不小心一点点就会爆发的很厉害啊，所以呢我们大家也希望大家还是按照政府的要求啊，我们要做好我们应当做的事情好不好？好，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大家低头我们祷告。在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我们来到主你面前向你祈求，求主你保守我们教会，保守我们个人，在主你里边我们能够按照主你的心意来生活。我们特别把教会交在主的手中，我们感谢主简牧师带领着过渡小组帮助我们检讨教会过去的历史，然后展望未来。主啊，我们求主帮助简牧师，帮助过渡小组的每一位的成员，让他们跟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做访问做调查的时候，主啊，都求主你让我们不只是做一些的事情，而是在当中一起学习，一起来成长。我为着尚未完成的故事这一套的宣教的课程来祷告。主啊，宣教是指出你自己的心意，主你建立教会的目的就是要把福音传出去，传到每一个民族当中，这是主你给我们的使命。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放下自己心中的成见，来虚心的来学习来成长。我们也为着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在疫情当中可以保守我们安全的教会，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做到我们自己应当做好的事情，也求主保守我们的整个教会做这个安全措施的我们的小组都能够忠心的来做好每一个步骤，也求主保守我们澳洲以至于整个的世界的疫情我们求主保守，让这个疫情很快的可以能够得到控制人民呢能够恢复到正常的生活。所以我们愿主让我们在这一段时间能够学习顺服，学习思想，学习反省，也让我们
在当中能够学会更加敬畏主。我们也将今天的崇拜、今天的信息都完全交在主的手中。啊，今天节目师会跟我们来分享他要我们思想的事情。啊，我们也特别把这个信息交在主的手中，愿主祝福，让我们从心里边愿意来跟随主。感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现在把时间交给主席。下面是我们的奉献环节。那我相信在这个非常时期依然参加崇拜的，无论是现场的还是家里的，我相信都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为什么要奉献也不必我再啰嗦。我就直接读出来奉献经文，生命记的16:17，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然后呢，我们教会跳得好快，我们教会有自己的网上转账，当然也有自己也有在教会的会客室设有现金的奉献箱，大家看怎么方便，都可以用这两种方式来奉献。我们唱奉献诗歌《数算主恩》。当你遇见苦难如同大波浪，当你忧愁丧胆几乎要绝望，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能将你惊讶住奇妙看顾。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作为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将你惊讶住奇妙看顾。当你挂念世事如同跳钟弹，当你背负十架觉得苦难堪，若数主的恩典因我就消除，必能将你快乐历史赞美主。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作为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将你惊讶住奇妙看顾。每逢遭遇临战，不论小或大，主手统治一切，你不要害怕，甚至主有恩典必甘愿付出，安慰引导直到我们见天父。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作为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将你惊讶住奇妙看顾。我们一同为奉献祈祷。主耶和华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在过往一周中对我们生活上一切的看顾，一切的供应。主，我们知道世道虽然艰难，日子虽然不好过，但每天早上起来能够看到你所创造的太阳仍然悬挂在那里，就像诗篇中所说的，太阳长存，月亮常在，耶和华的主荣耀就会彰显，直到万代，你的恩典也是永远够我们用的。当我们看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你所创造的万物的气息依然存在的时候，主耶和华，我们知道你的恩典依旧是够我们用的，我们知道你的应许依旧是不会落空的，我们知道你仍然是看顾你儿女的。主啊，愿这些凭着信心献上的，主啊，求你亲自来祝福，求你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所爱的儿女们。主，也祈求你赐给你的仆人们智慧，
知道如何去管理应用这些，去建立你的国度，去 扩张你的国度。主，也祈求你有目前有经济困难的，主也祈求你亲自来供应他们，坚固他们的信心，也将下面的敬拜时光、正道时光也完全的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下面是我们的读经时间，经文出自耶利米书29:1-14。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与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贾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这在耶哥尼亚王和太后、太监并犹大、耶路撒冷的首领以及工匠、铁匠都离了耶路撒冷以后，他借沙番的儿子以利亚撒和希勒家的儿子基玛利的手寄去，他们二人是犹大王西底家打发往巴比伦去见尼布贾尼撒王的。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好，先把时间交给简迪明牧师。Good morning, everybody, and it's a real pleasure to kind of be here with you again this morning. 大家早上好，非常荣幸今天早上又能够来到大家的中间。It's a privilege to minister among you, and I look forward to getting to know you more over the weeks and months ahead. 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会跟大家接触的更多，也更能够认识大家。Now we've come to a point in the life of our church where we've entered into a transition period or an interim season between senior pastors. 在这个时间，我们教会进入到一个过渡期，一个新的主任牧师到来以前的过渡期。And on top of that, we're actually experiencing a global pandemic that is significantly impacting our lives, at least through 2020.不仅如此，我们也在正经历着一个全球性的疫情，至少在2020年的这个阶段。Now all of us respond in different ways at such times as we anticipate what the future might hold.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都会做出不同的应对，在我们对未来的这个不确定的性的期待的当中。For example, I'm sure that many of you actually are quite anxious, not only about the present, but actually what the future might look like. 我相信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不仅仅是会为现在，也为未来而忧虑。So what does God want us to do as His people to live in anticipation for the future? 作为上帝的子民，
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心意是怎样，让我们怎样存着盼望来生活呢？ How are we to live and minister in the here and now, while at the same time becoming ready for what God has for us in the future? 作为上帝的子民，我们现在要如何生活，同时也存着对未来的盼望呢？ In fact, the Old Testament is full of people who lived for the future. 我们在旧约圣经中，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人都是生活在现在，但是对未来存着盼望。 Abraham, Moses, and many others. 像亚伯拉罕、摩西，还有其他的许多人。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their future hope, their living for the future, didn't deprive their present circumstances of meaning, but rather made sense of the present. 这些存着盼望、为未来的盼望而生活的人，他们并没有剥夺现今的生活，而是使现今的生活更加的富有意义。In fact, their living in the present with an eye on the future was solidly based on the past. 他们生活在现今，却是对未来存有极大的盼望，是基于他们过去的经历。That is on God's past dealing with them. 是基于过去的日子中神与他们同在的经验。So even when they found themselves in difficult and unfamiliar circumstances, 就算他们发现自己是在困难的时期，是在不确定的时期里，他们也有这样的盼望。They could look to the future with confidence and hope and promise and fulfillment and expectations. 他们心里存着对未来上帝的应许的盼望，上帝的作为。And that was based upon God's actions in their past. 这都是基于在过去的日子中上帝在他们生命中的作为。 That's also very evident in the New Testament. 在新约中也很明显。 As God's people sought to live as people of the kingdom of God moving towards the kingdom to come.上帝的子民寻求生活在上帝的国度里，也是这样，要凭着应许进入到上帝的国度。And we're called to do likewise. 我们也要如此生活。Jeremiah 29, I believe, gives us a picture of what this might mean for us. 在耶利米书的二十九章，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图画。就是这样的生活是一个怎样的生活？ The problem that they faced in exile was this. 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是以色列人在被掳时期的问题。 How do we live as God's people now in this place, living in exile, knowing that this isn't our ultimate home? 上帝的子民如何在被掳的时期生活，知道这个被掳的时期不是他们最终的结局。 This was not a place where they wanted to be. It was not a place that they were familiar with. 这个地方，这个境地不是他们所愿意的，也不是他们所熟悉的。 And for this time in our history here at Central,How do we make sense of the way that God would have us live now as His people, especially during COVID? 在这个时期，我们中央浸信会在这一个历史的阶段中，要如何面对现今的生活，来看一看上帝对我们，尤其是在疫情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旨意。 How do we be His church?While at the same time believing that God has something even more wonderful for us in the future. 作为教会，我们看一看寻求上帝有怎样的旨意，是
比我们想象中更美好的旨意。God's word to the Israelites here in exile in Babylon gives us a good working understanding about this question. 上帝在耶利米书对以色列被掳的这些子民所说的话语，给我们有更加好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It gives us four specific elements that would help us to understand what it means to live for the future while in our present circumstances. 在四个方面，让我们更加明白要怎样在现今的生活中活出盼望。The first element we find in verses 5 and 6, and is that as God's people, although they were in exile in a foreign city, they were called to be a community together. 在耶利米书的二十九章第五至第六节，给我们看到，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期，上帝也呼召他们成为属神的子民，建立一个社区。They found themselves in a situation where they didn't want to be. 他们发现自己在一个处境中，不是自己想处在的那样的一个光景当中。It was a time of crisis for them. It was a time of lost hope for them.这个时间好像是没有什么希望的。And it wasn't a place that they could genuinely call home. 也不是处在一个地方他们可以称之为家园的一个地方。They yearned to be back in Jerusalem somewhere else. 他们更想回到一个另外的地方，回到耶路撒冷。Because they're aware that God had promised them something even better.他们知道上帝应许他们有更美好的未来。And so they told while in exile they had to build houses and to settle down. 他们被呼召在被掳之地要建造房屋，住在其中。They were to plant gardens and to eat what they produce. 栽种园、田园，吃其中的所产的。They were to marry and have sons and daughters and to find wives for their sons and their daughters in marriage. 娶妻生子，为他们的儿子娶妻，也使他们的女儿嫁人，生儿育女。So they too might have sons and daughters. 他们的儿女也生儿育女。They were to increase there, not decrease. 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They are to be a community, a fellowship of God's people. 他们要聚集在一起，成为属神的子民的群体。And though God's people found themselves in exile, life wasn't to stop. 这些人在被掳之地生活的时候，为什么不停息呢？ They are to continue going on being God's people in that place.他们继续在那个被掳之地成为神的子民和群体。So what did that mean for them? 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Well, we know from elsewhere in Jeremiah that they, like us, were to continue to focus upon God and to worship Him with all their being. 在耶利米书的其他的章节中也让我们看见，无论是他们在怎样的一个境况中，他们都被呼召在生活的像神的子民一样。Because they were not in Jerusalem, many of them had neglected their worship, both privately and corporately. 因为他们已经不居住在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在个人的敬拜和集体的敬拜上都有所忽略了。And even though they despaired of their situation, God still wanted them and needed them to listen, to continue to hear God's word and to gather together for worship. 尽管他们在不一样的处境中，但是上帝的旨意还是要
聚集他们一起，在集体在敬拜上帝与上帝的同在当中。And fellowship and community and support was also to be characterized in their lives. 团聚和集体的敬拜一直是成为他们属神的子民的一个标志。They're to raise and to support their families and to increase in number. 他们也在家庭中互相的支持，使他们的人数 增多。They were to deeply care for one another during this difficult time. 他们在这样的困境当中也深切的互相关怀。This was to be a commitment to each other as a community rather than pursuing just their own agenda of wants and desires. 这就是一个属神的群体的彼此的一个承诺，不是单单的只顾自己的需求。Here in Central, we are in an interim or a transition phase as a church, as well as dealing with COVID. 在我们的中央浸信会，我们现在处在一个过渡的时期，也处在一个怎样的要度过这个疫情的这样的一个过渡时期。And that's always going to create a measure of anxiety among us. 这总是会造成很多的忧虑。So we need during this interim period to continue ministering and caring for one another. 我们需要在这样的过渡时期里要彼此的支持，彼此的服侍。Finding fresh ways in which to do things because we're unable to do things in the usual way we have in the past. 我们要找到一个新的方法，因为我们在这样的时期可能不能用我们以前所用的方式方法。We're to continue to gather for corporate worship either in person or online. 我们需要坚持我们的集体崇拜，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崇拜。We may need to do some things better, and sometimes in the future we might need to consider different ways of doing a few things. 我们可能要做得更好，可能在未来我们要寻找不同的方法来做这样的事情。Because God desires that we too increase rather than decrease.上帝的旨意也是要我们增多，而不是减少。And in our pastoral care for each other, consider how you might best use your gifts and abilities throughout the church's ministries. 在牧师的牧养之和关怀之下，我们可能要发现我们的恩赐在哪里。我们怎样来使用这些恩赐，用在我们的服事上和互相的照顾关心上。We are all ministers. We are all partners in the gospel. So how might God be calling you to serve in this season? 我们都是上帝的仆人，在这个时期，上帝呼召我们怎样来服事他。用我们的恩赐更好地服侍他呢？ We are all called to serve in some way. 我们都是被呼召来做某一方面的服侍。It may be, or it may or may not be in the same way as I have in the past. 可能也可能不是以前我们所侍奉的那些方式方法。It mightn't be something necessarily that I'll do long term. 也不一定是什么事情我们会长期来做的。But what is God calling me to do at this time? 在这个时期，上帝呼召我做什么呢？ God calls us to be an ongoing community of His people, no matter our circumstances.上帝呼召我们成为属神的子民的全体。Now the second element
was that they were not to forget nor dismiss their past. 第二个方面，上帝要我们不要忘记或者是忽略过去的经历。Their immediate past is described there in verse 1. 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第四节也说， Nebuchadnezzar had taken them away to exile into Babylon. 万军之耶和华使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如此说。But this wasn't just only an accident of history. 这个不仅仅是历史中发生的一个片段。It wasn't just the act of some tyrant. 也不是谈论到过去的某些暴君的事。The prophet is interpreted in verse 4 as the words from the Lord that I carried you into exile from Jerusalem to Babylon. 先知在以赛亚书中是这样描述的，上帝他使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巴比伦。God had sent them into exile. 上帝使他们被掳到巴比伦。They recognized that God had brought them to this place. 他们也意识到是上帝把他们带到这个被掳之地。And that God has brought us to this place in our journey with Him. 所以今天也是上帝把我们带到这样的一个与他同行的一个旅程当中。In their case, their calling as the people of God had led them into exile as judgment. 在他们的案例中，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个事情是出自于上帝的审判。They remembered what was behind them. 他们记得在过去发生的事情。They remembered that for them, they were now in exiles as a result of their own failings and errors. 他们知道他们现在落在被掳之地，是因为过去他们所犯的罪。In this instance, their sins had been that they had previously shared too fully in the life of the society that had surrounded them back in Israel.So that in fact they worshipped other gods. 在这件事上，他们明白他们过去在他们生活的群体当中，他们背弃上帝，他们敬拜假神。That in fact lived by the values of other pagan peoples rather than by God's values. 他们生活中遵循了那些异教徒的价值观，而不是作为属神子民的价值观。They'd forgotten the purposes for which God had actually called them to be His people. 他们忘记了上帝呼召他们成为上帝子民的目的。And they were to remember those mistakes. 他们没有忘记他们所犯的错。That had resulted in them being taken into exile. 结局就是他们被巴比伦掳去。That had led them to their dilemma. 所以他们就是陷在他们这样的一个不好的光景之中。Mistakes to be avoided in the future. 在这件事上，他们要吸取教训，让未来不要重复发生这样的事。And we too need to learn. 我们也需要学习。Both from our positive experiences, but also from some of those mistakes in our lives. 从两方面学习，在我们过去成功的经验中学习，也从我们过去的失败当中学习。So that we don't repeat those mistakes. 所以我们不再重复犯错。That is to put blame anywhere.我们不要埋怨任何人。But for each of us personally and as a church, 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个人，作为教会群体， What might we do to ensure that we don't repeat mistakes that maybe we've done in the past? 我们要怎样做可以避免我们曾经所犯过的过错呢？
And might what we continue to value and live by. 我们要继续我们的价值观。Knowing that which God has been with us in the past. 知道过去上帝与我们同在。So let us not forget the past or dismiss it, but let's learn from it. 让我们不要忘记或者是忽略过去的经验，而让我们学从这些经验中学习到东西。Now the third element relates to the area of their values. 第三个方面是关系到他们的价值观取向。That's their loyalties, their priorities. 他们的忠心和他们的优先次序。They were still to be different from the world around them. 他们依然是要与当地的世俗有分别。They were not called to separate themselves from the local community. 他们不是被呼召离开他们所在的社会。They were actually to be in the city, in the society around them, building homes and taking wives. 他们要在他们所在的城市和社区当中生活。Their function according to verse 7 is to seek the peace and the prosperity of the city that I've carried you into exile. 在耶利米书29章第七节上面也说，我要我所使你们在被掳的那个城中，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 To seek the peace and prosperity, that is the welfare of that place where they presently were, to seek their blessing.去寻求那个城市的平安、繁荣和那个城市居民的福祉。They were to seek those values that they knew would be God's will for the people in that society. 他们的价值观是寻求上帝在这他们所处在的城市社区中的旨意。God's people are always called to seek the welfare of the society.In which we reside. 上帝总是呼召他的子民为他们所居住的城市社区的福祉而寻求。The danger for them was that they could become so self-consumed in self-pity and self-focus. 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往往会陷入到自我为中心，自我自怜和自我的这个价值观的寻求当中。They're just wanting to be made back more comfortable in Jerusalem. 他们仅仅想要回到过去生活的地方，回到耶路撒冷，而是为自己的生活上的舒适考虑。That they actually paralyze themselves from ministering to the people beyond themselves. 他们就在上帝所呼召他们的为群体生活的这个意义上失败。The danger that they would neglect to reach out to those outside of the kingdom of God. 危险就是他们就不再去上帝所呼召他们要去生活在那个社区当中，去接触那些当地的居民，还没有认识上帝的居民。The very purpose for which they existed. 他们就忽略了他们存在在那个社区当中的意义。And we too are called to.Seek the welfare of our society in New Testament terms. 我们被呼召在这个社区当中生活，我们也有上帝赋予我们的意义。And that means loving all and expressing the gospel both in word and in deed. 我们应该在我们生活的环境、社区当中，能够用语言。并且能够用行为来传福音。And anything that is less than for everyone's welfare within our society is to be opposed. 我们要寻求在这个
生活我们的社区当中其他人的福祉。Particularly anything in regard to the oppressed or the disadvantaged and the marginalized. 特别是要关怀那些社区当中有需要的人，那些边缘人士的需要。God's people are to be different. 上帝的子民就是要活得与世俗是不一样的。But knowing also that as we seek the welfare of society, we know that our welfare is involved too. 我们在寻求社区的福祉，他人的福祉当中，同时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This echoes what Jesus says in regards to our position in the world. 这个就联系到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说我们的价值是什么。When Jesus says we're to be like salt, not like salt that's kept in the cellar. 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道。That is kept away and never used. 如果把这个盐保存在一边，从来没有使用。If that's all salt is, then Jesus says it ought to be tossed out into the street. 如果像这样，盐没有发挥它的用处，就要被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And we're to be light, not one that's hid. 我们也要像世上的光，不是被遮掩的。If we have a candle and we put something over it, all we have is a burnt wick. We have no light. 如果我们是蜡烛，那我们放在一个罩子下面，我们就不能发挥蜡烛的功用。We have nothing that illuminates the darkness. 我们不能够照亮其他的地方。God wants us to be involved in our city, our society. 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接触、融入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城市当中。And in verse 7, as well as telling us how to live, the Lord through Jeremiah tells the people to pray for the city. 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第七节下也告诉我们，耶和华神让我们为那人那个城的平安，为人民而祷告。And that's a remarkable command for the Israelites to pray for this hated heathen power.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记、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要我们为那城和百姓祷告。To intercede on their behalf. Even in the harsh way that they have been treated. 虽然是在艰难的环境中，在那些被掳时期，他们在被压迫的当中，也要如此做。Because prayer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for the deepest welfare of any place involves spiritual principles. 祷告是非常有必要的。无论是那个城市的福祉，还是属灵层面的需要，都是非常必要的。And we notice that the prophetic vision of his people focuses on prayer in verses 12 to 13. 我们看见祷告的重要性也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二节至十三节中有提到。You will call upon me and come and pray to me.And I'll listen to you. You will seek me and find me when you seek me with all your heart. 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是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And we too are encouraged by the words of Jesus in our seeking and finding. 上帝耶稣基督的话语也是激励我们，也要如此祷告。Jesus talks about seeking the kingdom of God and his righteousness first. 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God's actions in our world is enormous. 上帝的话语在这一方面是非常多的，有教导我们。And we need to allow God to capture and stretch our minds to see a vision of those possibilities. 我们需要让我们的思想被上帝所扩展，能够看见上帝要我们所看见的意象。So we need to pray for our church and to pray for our whole city. 我们需要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为我们的城市祷告。And the fourth element is found in verses 10 and 11. 第四个方面是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第十至十一节中。Here is a sense of a great future, promise of hope. 是说在盼望的应许中生活。For I know the plans I have for you, declares the Lord, plans to prosper you and not harm you, plans to give you hope and a future. 上帝说，我对你们存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而不是降祸的意念，要让你们在末后有指望。Even though they are to continue to worship and minister and care for each other. 所以他们无论在怎样的光景中之中，都要彼此服侍，彼此支持，彼此关怀。Even though they are to seek the welfare of the community. 虽然他们是在为他们的社区的福祉中寻求社区其他人的福祉。God has more for them. 上帝对他们也有更美好的旨意。He'll deliver them. He'll give them a bright future. 上帝带领他们的生活，给他们有未来更美好的盼望。He'll give them purpose and direction and bring them to completeness. 上帝给他们设立目标，也带领他们，也是上帝亲自的成就这一切。And God has great plans for us here at Central. 上帝对我们中央浸信会也有一个伟大的计划。In the short term, sometimes our future may seem uncertain. 在短期当中，虽然好像我们的未来有时候我们看不见未来是什么。We may not be sure what the future holds. 我们可能对未来会是怎样。We might not be sure. 有不确定性。We may not be sure where God is leading us. 我们可能不太清楚上帝要带领我们到哪里。We may be called to reach out into the unknown. 我们可能要被带领到去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Yes, God has something for us to be doing in the here and now. 上帝的旨意在此时此地就有呼召我们做一些什么。However, in the long term, we have to be prepared to move beyond our current circumstances. 在长远来说，我们需要预备走进一个我们不熟悉、我们不知道的环境。Our future isn't confined to our current circumstances. 我们的未来可能与我们现在的环境不相符。Our future is, in fact, not to be confined to it.我们的未来对我们现今的生活应该是没有矛盾的。Ultimately, our future isn't fulfilled into what is now. 未来实际上跟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都是有相连和意义的。I will gather you from all the places.And I will bring you back to the place where I have sent you into exile, says the Lord through the prophet. 耶和华对先知说，我带领你们到被掳之地，我也要再重新召集你们回到被掳之前的地方。For Israel, this meant eventually to return to the holy city, Jerusalem. 以色列人最终时期到了以后，就被带领归回到圣城耶路撒冷。For all Christians, it's eternity with Christ. 对基督徒来说，就是永生的生命。
We have no lasting city, but we seek the city to come. 我们没有一个永久的城市，但是我们看见那个未来的城市。A place that will be ultimately our home. 那个地方会成为我们永远的家乡。We know that our future is sealed with Christ. 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在基督里面是确定的。That He alone gives our present meaning. 就这个方面，他给我们现在也赋予了生命生活的意义。That He gives our present purpose. 给我们现在的生活也赋予了目标。But He invites us into the future with certain hope. 上帝邀请我们在他的未来中有盼望。So in Christ we have a future that's certain. 在基督里，我们对未来有确信。Throughout the scriptures, we can hear God saying, I have plans for you. 在圣经中，我们听见上帝对我们说，上帝对我们是有计划的。God looks after our future. 上帝照看我们的未来。That day in which all Christians of all ages look forward to, the day He returns. 作为基督徒，无论是什么年龄的，我们都在盼望基督再来的日子。However, in the meantime, we have present responsibilities and commitments. 同时，我们也在现今的生活中也有责任和使命。To worship our God with all our heart and soul and strength. 我们要尽心尽力尽意地敬拜我们的上帝。To fellowship and to care for one another. 我们彼此相交，彼此扶持。To minister to each other. 互相地服务对方。Opportunities to contribute.To the lives of those outside of the church. 寻求机会服侍贡献社区里其他的人。To seek their welfare and to pray for them. 去关怀他人的福祉，为他人祷告。Let us live for the future now. 让我们存着盼望，对未来的盼望生活吧。Knowing that our future.知道我们的未来 lies in the hands of God. 在上帝的掌握之中。God bless you as you travel with Him. 上帝祝福你在与他同行的路程中。Amen. Amen.心灵都安宁。有时想平安，如江河平又稳；有时涌上来似浪滚。
啊，在我们教会还有在家里的弟兄姊妹，请我们起立哈，我们要凭着信心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门。好，我们一起要来唱《赐福于你》这首诗歌哈。那唱的时候呢，我们也请直播室的弟兄姊妹呢一起上来，跟我们在家里的弟兄姊妹打个招呼。好，我们可以来。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为爱，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弟兄姊妹请坐哈，现在呢有一些的事工报告哈。那我们请在网上崇拜的弟兄姊妹呢，现在是到你留言的时候了哈。那么请你在 Facebook 跟 YouTube 留言哈，让我们知道你跟我们一起崇拜了啊。那么你也可以在WhatsApp 里边跟我们讲一讲你听了今天讲到以后有什么心得哈。这个我都很感恩这个简牧师有跟我们有非常美好的信息哈。今天信息可能有一点点难度我觉得因为呢是在讲被掳的一段的时间的历史，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不一定太了解这一段的历史所以呢请你如果不太了解你跟组长可以讨论一下那么就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因为犯罪后来呢就被掳到了巴比伦，那么后来70年以后呢就回来那么这个刚才讲到的就是他们在巴比伦的这一段的时间，先知耶利米写信给他们，告诉他们应当在那里怎么样生活就是让他们在那里要好好的生活，但是好好生活同时要有盼望那么简牧师就跟我们说我们也应当这样生活，就是今天我们无论你住在哪里就要为你住的那个地方的人祷告，我们自己一起呢也要有一个好的生活那么但是呢我们却跟这个世界应有分别，而且呢我们应当有盼望这个是简牧师大概他要跟我们所讲的信息希望我们都能够明白。好了，那我们有一点报告这个如果你回到教会呢那么我们有一个要告诉你怎么样回来就是礼拜天如果你回来聚会或者服事呢，请你从正门就是教会的正门呢进来然后你出去的时候呢是从我们侧门就是停车场那个门出去那么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一个门是进来一个门出去，是这个我们叫做 one way 一个方向的那么我们的这个副堂我们是从男厕所这边进来从女厕所那边上去出去就是对不对
啊，不是，是从女厕所那边进来，从男厕所这边出去，对吧？啊，我讲错了哈，对不起哈。我们进来的时候啊，是从女厕所这边进来，就是你从，正门进来以后，不要像平时的一样，来到男厕所这边，你应该从正门进来，然后从女厕所这边进来啊，然后走的时候从男厕所那边出去，然后从停车场出去啊，可能不太习惯哈、啊，那么大家要慢慢习惯这个流程哈、啊。那么，所以呢，如果你要想来参加崇拜的话呢，请跟你的查经组长联络哈，因为我们每一堂的都有名额，所以呢，我们最好都能够报名，然后才来参加崇拜，好吗？现在要报告这个周年大会的事情哈，我们的会年大会呢，在这个9月13号举行哈，那么9月13号举行呢，请你在9月10号之前呢。来登记，我想请啊我们的组长好不好，把这个链接哈、啊，把这个链接或者二维码呢发到你的组里边啊，那么呢让每一个组员呢都啊是我们教会的会友哈、啊，你都登记一下，那么准备开会。我刚才也讲过，这次会议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请你无论如何都要参加哈、啊，嗯，好，那么。下个主日是圣餐，下个主日是圣餐哈、啊。如果你没有那个饼跟杯的时候哈、啊，那你看看谁住在你附近哈、啊。那么今天刚才你看见我们这个直播室里的弟兄姊妹有谁了，对不对？好，你现在呢赶快短信给他哈，你说哎呀我没有这个饼跟杯，你帮我带一杯过来哈、啊。那么我们教会其实有预备呢，就可以带给你哈、啊。这个，那如果你实在不行呢，就是要自己预备饼跟杯了不哈、啊？那个在主日之前，请你预备好。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查经啊，是继续来查这个尚未完成的故事，所以我们是所有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来查哈、啊。不过长青组有自己的查经。那么其他弟兄姊妹我们都一起来查所以呢我们请组长呢把今天 Zoom 的号码啊那个再发一次到小组里边啊，把今天 Zoom 的号码再发一次到小组里边，那么呢我们在11点钟准时，我希望大家10点50分吧好不好，就能够进到 Zoom， 所以我们希望11点准时开始，因为这一个尚未完成的故事是其实是蛮长需要时间的，需要时间的，所以一个半小时很紧张哈，所以我们11点钟一定要准时开始，好不好啊？那么周二祷告会呢，还是鼓励弟兄姊妹来参加。这个我觉得我很感恩，就是很多弟兄姊妹现在呢都有参加，但是我想还是尽量多一点弟兄姊妹参加哈。那么请你呢礼拜二的时候跟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那下个主日呢，这个我们会就是下个礼拜是我来跟弟兄姊妹来讲道，接下来3个星期都是我讲道啊。那么请有侍奉弟兄姊妹呢请你做好准备哈。那么我们一起来服侍主。好了，今天崇拜就到这里了哈。我们大家默祷啊，然后呢我们请思琴呢我们弹一点音乐啊，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崇拜。愿神赐福每一位弟兄姊妹。